大家好，我现在是在广东广州，这里是广州一德路附近。现在是中午12点多，我在这个地方准备吃个饭，刚好在街头的碰见了这种自选快餐的，三个菜是10块钱，看了一下品种还是挺多的，在广州经常可以看见这种自选快餐。搞个10块的，点了一个10块的，还是有挺多的人喜欢在这里吃这种快餐，因为便宜。他这里吃饭是要用卡，就是你先用钱支付了之后，他会给一张卡，这张卡相应的就是你的价格，然后他会根据你的这张卡来给你打相应的一些菜。这个地方呢，空间不是特别的大，味道还行，这种快餐就是比较便宜。